好，我们谢谢那个 Gafu， 哦，很好听哦，有没有很期待礼拜六的表演？我们礼拜六都还在哦，可以啦，如果礼拜六就是有时间的话呢，都一定要来听一下的。我们就是那一天是售票演出，就这边的话，有时候是低消，像今天那样低消，礼拜天晚上也是低消，有时候就是售票演出。好，那我带来今天的那个最后一首歌，唱完我们就今天就那个就好好。这首歌叫《米店》。
上的那个唱作俱佳就到这个地方告一段落。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有再回来台东，或是本身是台东人的话，都可以在晚上有时间就可以来这里。好，感谢你们，那我们就下课敲钟。